作人员，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，使得我们的病情好转的比较快。我们今天出院了，我们比较高兴，在这儿的住院临床中心所有的医护工作人员，感谢他们。我们目前出院了，这个是已经这个200多例的病人，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我们按照我们的出院的标准，这是专家评审以后觉得比较安全的康复了，回去以后没有反，就是有些医院有些省市报告的有这个是阳性，有这反馈。那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专家组也进行了严厉的，这个是比较严格的判断，就觉得怎么样是符合他真正的痊愈，这个是病毒消失了，然后这个是真的康复了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